还要开启告白之门吗？还要他摁吗？还是直接打开？直接打开吧。别哭。先别带他到门这儿，让他们哭会儿。你不要再哭了啊！不要再哭了，行不行？一会儿孩子看到你，为了孩子坚强一点。那你怎么办？他现在很脆弱，知道吗？如果说当年是因为一时的误入歧途而分开，今天是因为孩子而又再走在一起，也算是对孩子的努力。把眼泪擦干净，牵着手，牵得自然点，行吗？别一边牵着手一边苦大仇深的样子，站近一点。来，开启告白之门，有请思佳和思琪。妈妈，别这么久没见，孩子太激动了啊！来，大家别哭了。